幽王打鼓，西周的国境靠近西戎、犬戎，时常受到戎人的攻击。为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召集各地诸侯军队前来救援天子，周朝廷设立了一个制度，在沿着京城四周的路上建筑许多高高的堡垒，堡垒上设置大鼓，如果某一个堡垒发现戎人入侵，就立刻打鼓，其他的堡垒听到鼓声也跟着打鼓，这样鼓声由近到远传达消息，各地的诸侯听到鼓声就立刻派兵到京城来共同抵抗敌人。幽王时有一次戎人入侵，幽王立刻命人打鼓，一时鼓声震天，诸侯的军队由四面八方赶来救援。幽王所宠爱的妃子褒姒看到这种热闹的情形非常开心，竟破例地笑出来了。幽王看到褒姒这难得一见的笑，得意地对褒姒说，你喜欢听鼓声看诸侯率兵赶来的情形呀，那简单，以后只要你喜欢，我随时命令人打鼓。果然以后一连好几次，幽王只为了让褒姒高兴，就命令人去打鼓。鼓声一响，诸侯的军队就赶来，可是一次又一次，他们赶到京城才知道受骗了，根本没有什么敌人。后来戎人真的大举入侵，幽王赶快叫部下打鼓求救，可是这次诸侯们以为幽王又在为博取褒姒的欢心而捉弄他们，一个个都对鼓声置之不理，按兵不动。结果戎人攻入京城，掳走褒姒，而幽王也死在骊山下，被所有的人耻笑。取材自《吕氏春秋》，寓意一个人的言行如果不守信，欺骗人几次之后，即使有真实的言行，人们也不再相信。这种惯于欺骗人的行为，最后总是害了自己。